明天就是国庆典礼，不止美国 UCLA 棕熊行进乐队，日本翡翠骑士团也受邀来台跨海演出。副总统赖清德下午特地到自由广场探班国庆演出团队，来看一下稍早状况。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辛苦，蔡英文总统也非常感谢不分海内海外的这些表演团体，特别请我来向他们致谢。那另外呢，今天也看到非常多的国人同胞哈，迫不及待的来看他们的预演，也祝福大家一切今天的这个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顺利也更欢迎了明天大家都能够来参加国家的庆典。今年国庆大典，民主盟友也纷纷抵台祝贺。立法院长游锡堃下午接见日华议员恳谈会，适逢日华恳创立50周年，访团跟立委们在议场前合影留念，随后也进入议场交流。大型祝贺团参加国庆，要用行动展现对台支持。